哎，一博，你在包什么呀？这不是马上快过节了吗？正在准备礼物呢。哎，这不是那瓶小蜜罐吗？为什么要把这个当礼物呀？问得好，我问你，蜂蜜是什么味道？蜂蜜自然是甜的咯。对，蜂蜜呢，代表甜蜜，代表美好，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。所以甜蜜美好的祝福用它来传递是最合适不过了。不说了，一切甜蜜祝福都在这包礼盒里了。送礼就是送甜蜜，甜蜜之礼，我选瑞奇奥兰麦露卡蜂蜜。哎，一博，你在包什么呀？这不是马上快过节了吗？正在准备礼物呢。哎，这不是那瓶小蜜罐吗？为什么要把这个当礼物呀？问得好，我问你，蜂蜜是什么味道？蜂蜜自然是甜的咯。对，蜂蜜呢，代表甜蜜，代表美好，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。所以甜蜜美好的祝福用它来传递是最合适不过了。不说了，一切甜蜜祝福都在这包礼盒里了。送礼就是送甜蜜，甜蜜之礼，我选瑞奇奥兰麦露卡蜂蜜。